大家都忘了核心肌群，很重要。对，我也忘了它，所以为了上这个节目，其实我练了快八年。嗯，你看我们这个肚子原本更圆润。没有，其实因为这个节目之后，其实是真从篮球变成躲避球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。OK， 好。